的绝活给我们讲一下，是两边的快速击球加中间的跳球入袋，对不对？对。三、二、一，计时开始。我的个妈呀！怎么这么快？我的个妈呀！耶！太棒了，心服口服。这第一个绝活了，第二个绝活是什么？回马枪。回马枪怎么个回马枪法？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就这五个球进袋，这个黄球，这个大脑撞回来判黄球进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没问题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看一下。哇哦！哇哦！帅的嘞，帅的嘞！我们一个小小的桌球啊，其实有很深的学问在里边的哈。各位，接下来小卡卡现场给我们展示这个绝活，我保证你们之前只在电影里面见过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进入下面的这个绝活展示，具体怎么玩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硬币，大脑五球打硬币，硬币跳在水里面，这杯子里面。用母球打到这个硬币。硬币是可以通过震动的方式把它震到杯子里边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谁敢相信啊？漂亮！太帅了，太帅了。他的绝活呢还将继续的展示，接下来就是他最压箱底儿的绝活了。这个绝活的名字叫做偷梁换柱，对吧？对。怎么展示的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先。就是把这个白球击打红球，把红球进中袋，然后这个白球放在这儿，这个倒不了。你这确定没有开玩笑吗？这一碰不就倒了吗？来听听大家为小卡卡加油的掌声哈，给他加加油，这个的确是很有难度哈。好了，随时可以准备好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漂亮！漂亮！漂亮！来，卡卡，好的，小卡卡，小卡卡，我有个小问题，你为什么叫汪乌卡？为什么？因为乌斯加卡的，我就是乌卡，因为他们俩都是世界冠军。所以你的名字本身就跟这个世界冠军是有关联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小问题了，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？成为世界冠军。成为世界冠军。